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パフ D 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力巨人、あなたの車を守る。笑什么？你要卖多少？哎，最近估车都很开心呢。怎样？上次这个开心，GHR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哎，估 CHR 怎样？你笑怎样？没有啊，很开心，特别开心。对啊，开心啊。那这有什么好开心？还是200不是拍过了？对啊，而且还一样颜色。说你年轻，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看车头，你就知道开心什么了啊？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我看引擎盖，你才知道。其实看不出来。哦，够长哎，那啊，哎，有没有看到这个引擎这么长？有没有看到？不认识他。不认识，不认识。大名鼎鼎的 2JZ 你不认识？没看过啊。这个听过 2JZ， 也看过 2JZ 在路上跑吧。IS 300，300啊，加油加300。我那一集是不是拍 IS 200的时候，我就说，干，如果有个300，我一定是不是要买啊？300真的要找不到了。300台湾有进的？有啦，那时候进。我大概这两年只遇过一台，还没有买到，价钱爆出一个 GG， 我已经爆比较高了，市价还高了，一定要买，一定要买。今天他来了，这个他要打 TA， 知道吗？他，对，会吗 ？SB 知道什么吗 ？SB 是 SB 什么？傻逼，这个说你傻逼，你还不知道啊？这个是 IS 300，从小就念念不忘 ，IS 200满街都是 ，IS 300真的少。哦，而且它这个上面挂的这一颗是明基 2JZ， 你去查一下有哪一些车款是用 2JZ 的。灯，这个日本叫什么 ？Atenza， 后面都要贴嘛，对不对？很多 IS 200改的都要贴。其实更稀有还有什么五门款的？哦，对。从这一代开始 ，IS 还打不过三系列，还是被打假的。怕伊娜，你知道？叫大人怕，你知道？可是这个我告诉你哦，这是一个转捩点 ，IS 系列从这一代出来。虽然那时候被打趴，但是慢慢，你看现在 IS， 你觉得卖的有比三系列差吗？没有吧，比它还比它好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这个纪念价值的一台车。今天来到现场来估车的这个也在网络上跟我先联系，2001年的 IS 300，我听到这讯息，问他说跑几公里，我记得好像是十出头万公里，然后听到公里数，银色没什么，银色到 IS 到处都是嘛，我们也看习惯了。那他告诉我这个里程数跟颜色之后，还有 IS 300，我光听到300，我就在荧幕的后面，我就终于来了。可是我这个人是啊，我不是年轻人，我还是很淡定的问跑几公里，这一定要先问。小师傅一台 IS 300，他跑几公里？38万，不好，我们还是故装镇静说，请问跑几公里？反正就十几万呐，我就 OK， 好来，一声我弄个 day， 你知道吗？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我直接今天你要卖多少？很少一开头就跟你破题的，我直接说15万。哎、欸，2001年几年的呢？今年2022呢？21年的呢？这当阿呆的弟弟也差没几岁，可以玩在一起了呢。对，对不对？我直接就弄他 day 15万，我不给他去别间车行的机会了。果不其然，价钱一出来就开来了。再看小师长知识，今天开头就让你们长知识，好不好？其实哦，二手车商想买的价钱都是一样的，哪个年份、哪个车款，大家都想买的钱都差不多，就想买这样而已。那为什么有人报高，有人报低？想买跟不想买，还有一个是这个业务技巧好跟业务技巧不好。业务技巧好的嘛，报高高的来再处理。我问你啦，一台21年的车开到现场，你认为有扣不到的钱吗？扣得到，等飞机。哎，你小时候有没有听过那个飞机要抓下来这样吃掉？飞机为什么要抓下来吃掉？你不晓得？我不知道啊。观众知道，观众会留言告诉你。我还要等到那时候，我就要等观众怎样？观众需要是参与感，你不觉得我们下面的留言很多是他的日常生活中跟他的家庭里面受不到肯定，在公司地位低，好被老板骂，回到家里又被老婆骂，小朋友也不理他。那个小女孩的内裤不要跟爸爸的内裤一起洗，她急需要得到肯定，所以她上面留我跟你讲啦哦，你这个是他妈几年的啦，根本就没有那个配备什么什么，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很多留言就类似这种的？对啊对啊，就是你吗？是的，打加一，你家有没有打加一？哎、欸，好，所以我报15万，他来了。好，今天 TA 来了。首先我们先看里程数好了，因为我刚刚一直忘记是十几万，我先看里程数，然后再开始估车，怎么扣不到钱？你看这個。
青菜嘛，姜母鸡。哎、欸，看这边都没受伤哦。哎、哦、呦，有吗？你看，哦，这脏啊。啊，这脏这脏，这边看起来没有嘞。哎、欸，这边也没有嘞。我看几公里，我看几公里。好安静哦，我也没发哎，我刚发完以为它熄火了。14万6 ，OK 吧？20年哎、哦，可以啦。这名字有四个字，看起来是妈妈的名字。哦，冠夫姓。对，啊，还是日本人。银美代子，这是五个字。银美代子，日本不能有五个字哦。久保田利生，不是五字吗？波多野结衣是不是五字？你讲。哦，是啊。没有，要过来不？来啊，阿哥好不好？换你啊，五个字的。桃谷惠梨香。什么？桃谷惠梨香。桃谷惠梨香，我想讲你要讲泽尻英龙华嘞。哇，你啊，我讲啊，够不？够不？来啊。五个字的吗？对啊，五个字的、啊。哇不知道了嘞。大道含不住。不是，我说大偷东西的大盗贼。对，大道含不住。还有现在最流行的杰尼龟头痛。这个以前都是那个游戏的 ID， 你知道吗？哦，对啊，这些都什么大道含不住，忍者龟头痛，看到最屌的 ID 是什么，你知道吗？吴淑珍站起来，你知道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吗？为什么？你知道你在某一个平原打倒了一个大只的怪以后，公屏会有那个跑马灯，吴淑珍站起来打倒平原上的大火龙。哇，那当时啊，可以用那种公屏，就是大家都看得到频道的屏啊。哦，我说很怕你们打错字，你知道吗？要一直提醒你啊。我若大道含不住，我拄仔无讲，你真正敢要拍大甲干袂掉。我现在如果妈的不跟你说公平，你他妈的又给我打公平。对，公平就是公用频道，会有跑马灯，好不好？所以那时候的游戏 ID 五个字，煞气 A 煞小，还有个万字标志，好不好？你这种看到就哪，就是要甲电，开 PVP 妈的打死啊！好。看完里程来看有没有撞，希望不要有撞，好不好？欸，看，哦，舒服，又有日本字，哦，又有美国字，赞，第一个舒服的点。然后哦，螺丝都圆的，有没有？哦，都原来的，啊，贴纸也都还在，水箱新的，水箱新的，哦，这么白，这么亮，这么白，然后冷媒贴纸也在，哦，这个油壶也换过了，这个应该之前泡泡油有漏。整个油壶连这个管子，你看这都新的，亮亮的，有没有？你看里面那一根算是应该是高压管吧，这根高压管也换过，有没有？刹车油总泵也换过，新的吧？嗯，这个一看就知道没洗过。你看这那么黑，对啊，其他地方都很脏，对啊，这一定没洗过啊，这其他地方都很脏啊。这新的哦，冷气的那个管路也新的哦，你看这个也新的水泵补，哎，哇贵啊，亮不亮？哦，很亮，也有很多东西换过，然后有没有漏油？啊，没有漏油，你看侧面自己看干巴巴。那 parking 也换过了啦，你从侧面看得到黑黑的 parking。parking 是啥？垫片，橡胶垫片，引擎上盖垫片，黑色垫片。中间那个缝。中间这个，哎呀，黑黑的这条垫片，你看换过，超黑的，黑到不行。好，再来，这个电瓶看起来很新啊，可是电瓶上面有写109年，现在是101了嘛？111了。111了，所以这两年了，快两年了，一年半左右。哦啊，这边的瓢啊，大灯也都原装的。哎，皮带真的是皮带要换啊，皮带真的不行。下面的舵轮盘换过了，有没有？右边下面的舵轮换过了，但是上面跟左边的没换过，这是左边这颗没换过，有没有？左边这个都没换过。可是它是皮带，那时候换水泵补都没换。我讲为什么我现在在看这些东西？21年的车子，我们要买这个车，其实外表有没有撞过，不要太大力，其实都其次了。我们是在看回来里面还要花多少钱整理。对啊，老车，啊你哎，那一个老阿伯70几回来啊，你要讲拍枪是不要紧，但是你要讲嫌嫌讲啊这边有皱。纹啊，皮比较松，比较，人家只不过是这个偶尔可以做忙的时候可以放在背上，那不要去嫌了嘛，多多少少有点，欸，膝盖不是很好，那都很正常的啊。好，重点是回来我们还要花多少钱？我看一下避震器，避震器从这边是看它上座的状况。哦，哦有，这有换过，哦。好，然后我来看一下，我先顺便看避震器啊，因为刚才看避震器啊，避震器有点旧了。有换过，但是有点时候了。然后轮胎我看一下，19年的，还 OK。好，我觉得这台车目前看起来还不错。然后板件，哎呦，又来了，跟上次被你弄的那台马三一样。那又是黏黏的。对啊，我跟你讲，这一代的Toyota都会啦。我们那时候讲的，你看我用指甲，我看，你看啊，我用5支啊，要不要？这次妈的大放送。哎呦，
哎、欸，整个都是、欸，哎、好黏哦、喔，等一下啦，哎呦，有点恶心，真的很恶心，你看这，对啊，这全部都是，这还有救吗？有钱就有救啊，有钱能使鬼推磨，你不晓得哈，1000块给笑，2000块我不要，3000块开始笑，钱一直砸下去嘞，就给我抱抱了，你洗嘞，哦，我跟你讲，椅子，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 IS300跟 IS200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IS200它是中间是麂皮的，半皮的，麂皮其实是合成皮，你知道吗？麂皮其实不是真皮。麂皮是人工皮哦，不要搞错了。那时候300是真皮的，所以其实我刚看到这椅子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尴尬，就是它这椅子你要把它弄掉有点浪费，因为它是真皮的。对，因为它是真皮的，所以我倾向于不要把它弄掉，把它留着。它这个门板就跟 IS 200的一样，是麂皮的。可是 IS 200的座椅中间有呼应，但是它这个是全真皮，所以这就是 IS 300。哦，有啦，你看这台车有受伤啊，你看。哦，这一车就有了，小小的啦。好不好？我跟你讲啦，看到 IS300 都可以接受了啦。啊，不要紧，那没关系，那再弄一下就好了。那有时候客人来看车，那个想不想买，很明显。我说啊，不好意思，林先生，我跟你讲，这边有一点擦伤。啊，那没关系啊，那个还好，点一下漆就好了。我看就知道，哇，看他会买会买。哎、欸，他会买哦。啊，不会买的，哎呦，啊你这个怎么这样？啊，这个会不会麻烦？要不要整只烤漆什么一直嫌一直嫌？可是有人说嫌货才是买货人。对啊，那到底是要嫌好还是不嫌好？哇，他椅子其实状况不是很好，你看他后座状况不是很好，哦、就是皱啊，对，皱到之前应该是小朋友载很多了啊，那边板件没撞，我看完啊，后保杆受伤蛮多的。哎、欸，他这个有没有遥控开后车厢？哎呦哎、欸，哦，工具组都还在。全尺寸备胎有没有看到？你知道什么叫全尺寸备胎？跟车上的尺寸一样，就是这个跟那个长得一样。很多人齁，哎，看小市场知识又来了。很多人都说看车有没有备胎，对不对？可是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备胎也要看年份，不然老了也没用啊。对，然后备胎其实备胎也要定期换，尤其你开老车啊。再一个备胎也要充气，很多放到备胎没气，你知道吗？你像以前齁，这是科P养成的一个习惯，你知道吗？好，现在交接到我们美容部，以前科P是做美容的嘛。我们回来的车每一台啊，其实和备胎科P都会检查，没气要打。气太旧要换掉啊，缺的要补回去。我想很多买二手车回去哦，很开心，你去买一个二手车，哦，看掉价啊，爆胎了，爆胎了，拿下来，拿下来，发现妈的备胎比爆胎的那一轮还扁。你买二手车的时候，你哪会注意那些？很少人会看到。对啊，你这等到有需要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好不好？买的时候都蛮开心，哎、欸，忘记看，太开心。等一下，他这没拆过，不好意思给他拆。他这个就是这样下去，有没有？就可以拔了。这个有的哦，你客人在旁边看你这样拔，他翻脸，干嘛给我拔起来？坏掉你要负责。装回去，没装好，有没有给装好？非常漂亮，非常干净，有没有？没转过。哇、哦，阿呆买牙膏没转过啊你哦。啊，阿呆他妈摄影机拿久了也会看车，下要不然下一台来给你估要不要？不要了，我怕又中枪，不要了。没关系，你底层砸准就好了。他这个哈、哦，我刚刚是按下去，那你要回去的时候觉得很像那个，你知道吗？日本便当里面的那个章鱼热狗。切开的那个啊！快快登了，这边嘛，里面吧。加，吓死我！章鱼热狗如果这根进去以后，就会把它撑开。它就卡住了。对，你知道撑开的感觉吗？我是，这个可能问泰山。我都是把人家撑开的啦，我不知道撑开的感觉。好，所以你要把它复原以后，你要把这个小根的抽出来，然后这个章鱼的热狗先放回去冻里，然后再把这个哎、欸、把它撑开。哦啊，十公以内，欧巴酱，哦啊啊，欧巴酱插不进去，欧巴酱，等一下，啊啊，十公以内，欧巴酱就好了。会了吧，小教学，好不好？好，没撞。哎、欸，好像就只有那边有伤哎、欸。啊，好看驾驶座，它有双电动椅哦。然后按门，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交界的地方都白白的。刚刚那边更严重，你刚刚拍起那边，这夹缝都是白的。你看一直在那边都白白的，有没有？对啊。然后哇，这中控台真的是，哦靠腰啊，我不想再摸了。哎、欸，这个脚如果去靠到，应该黑掉呢。阿丹，你要不要来靠看看？啊，我穿黑色的、啊。我今天穿白裤子，干，我不要。你看这边，那脚如果靠过来，这个应该全死。这边也是啊，你看。哇，很严重哎。严重啊，他妈末期了。然后它方向盘也很光滑哎，有没有？跑14万多，怎么会光滑成这样？哎、欸，看这个换挡，down，哇。up 讲好到另外一个在中指这边，有没有？欸、这边，有没有？好，up down，get down，and move it all around。
get down。引擎顾得不错啦，可是我这边看到他在外厂保养，反正车也老了也无所谓了。那时候我们也介绍过这颗金属的排挡头，这颗唯一要注意一件事情，天气热的时候会烫手，很烫，对，会非常烫。这自排不是手排，所以还好，你只需要排一次而已啊。我记得没错的话 ，IS 200只有四速，这应该多一速，我不知道我们记错了，我印象中是这样，这应该是比 IS 200多一速。哎，我想要开出去哦，有买的话我们再开好不好？好的。可是 IS 200拍过了，哦，我看到这中控台我有点头痛哎。可是其实这年纪的应该每一台都一样，那个年代哦，比如说我之前拍过 LS 啊 ，IS、ES， 甚至那个年代的某一些的哦，没有 Camry 还没有 ，Camry 是在2006年、2007年那个时候才有，还有这些环保的这个环保漆的问题。好，我跟他报150,000，外观哎盖起来吗？等一下要不然引擎盖有伤没看到？哇，这上。啊，没有，这滴到油漆呢，干还靠不起来，还是他自己点漆？那人会点白色？这看起来是油漆啊，一个、两个、三个，干这个其实好像也不用做哎，你看，这其实不用弄，哦，还厚薄感，然后这边这一条打蜡就掉了，搓蜡，你看我用手搓应该就掉了，有没有？有，有没有？啊，神之手哈，只要车子被我这样。就打蜡了，跟那个烘焙手一样。烘焙手是什么？你有看过烘焙王不啦？没啊，烘焙王。捏饭团，捏面团的时候手要有个温度刚刚好，发酵，你知道吗？好了，算了。好，厚薄感，哎，四五处而已。好，哎，比较严重就只有那个仪表台嘞。那我们来跟他出个，我跟他报150,000，他来了啦。好，那我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大概的状况，然后要出多少钱？咋办？咋办呢？我跟你讲，这已经是先这样出的啦，这之前教大家很多次了。我现在出150,000，代表我想买多少钱？好的，150,000。会不会到最后吹出来说，哎，成交了？啊，最后成交价格150,000。我好像都这样哦。不要啦，今天不要这样，今天我们从10,000开始。我觉得那个仪表台应该要花个2-3万，认真讲。所以我希望这车能买到在13万以内，最好是不要超过。好，就等于我整个整理好，大概在150,000这样子。哎，一台20几年的车，应该就用了呀吧？它外面真的有人？21年的时候跟他估到10几万吗？应该也是有吧。有人像我这么笑吗？我看我就笑哎呢，可以差3万变这苦言呢，就点阅率都在人家家里，都没有在我们家。好了，我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他要卖的状况，再回来跟大家回报。好，那顺便我会跟大家这稍微这个协调一下，吐槽姐嘞，就先不要跟他出价。我跟你讲，这个要柔和 soft 一点。哎、欸，遇到女生啊，一下子就说哎，别、欸、修感冒有没有？不行，阿大你知不知道啦？我知道啊，我教你嘛，好吧？看小市场知识嘛，我们要先。循序渐进的，不要一下子说，哎、欸，别修干膜，不行嘛，咩修干膜，好不好？字幕我已经跟你讲，不要再打错字喽，不然被黄标。出来，哎、欸，今天天气不错，哎、欸，对啊，今天天气不错，没下雨，然后再，哎、欸，肚子饿不饿？哦，那我吃饱了，这样 OK 吧？啊，别修干膜。他知道会了吗？循序渐进，有有 有循序渐进的嘛？好，先聊天气嘛，关心一下他肚子饿不饿嘛？哎、欸，你也不饿啊，你吃饱了嘛？再来就是要找事做了嘛，要不然你哎、欸，你说哎、欸，今天天气不错哦，对啊，天气不错，阿贝雪感冒，可是我肚子有点饿，冷掉，好不好？好，那我先去了解一下，循序渐进，我不会跟他出价，我会先跟他讲说，哎、欸，可是我刚刚看那个仪表台真的有点恶心，怎样怎样，我们先慢慢的循序渐进，不要一次就给人家弄下去，等我回来。阿夫迪诺。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力巨人あなたの車を守る、哦、我看一个手机啊，哪广告这么多啊，看个教学电子琴教学广告这么多，哎，说到广告，你有没有上网抓档案或看国外赛事的时候旁边咚咚咚咚跳出一大堆广告，地方妈妈有的没有的还关不掉那种，一不小心还中刀那种的，有没有？为什么会有地方看运动赛事啊？不要乱讲话，我看都是教育知识性的节目。可是这时候如果有 Surfshark VPN 的话，我跟你说，没错，又来到不能快转的广告了。Surfshark 就是一个私人虚拟的网络服务，非常适合台湾人使用 VPN。VPN 是一种可以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私人虚拟网络，你的密码、你的位置都不会被骇客偷走，让你更安全的使用网络哦。还可以跨区收看有锁区域的影片，比如说网飞啊、HBO 等等串流影片，台湾没有的、国外有的你都看得到，或者是参加运动赛事分析啊，不是收看运动赛事哈、哦、，F1、MotoGP、WRC、利曼赛车，网速更快更顺，而且 Surfshark VPN。
VPN， 可以加密你的网络操作，任何人都无法追踪或窃取你的资料，更改使用者的 IP 位置、隐藏位置，避免被追踪，还可以阻挡恶意广告、恶意软体的攻击，世界各地的即时安全私密查询资料，快速安全访问、做审查的内容等等。如果个人数据外泄 ，ServerShark 的 Art 功能也会及时通知你。像我刚刚说的，你上网看一些影片，免费抓空间、抓档案，只要使用 ServerShark VPN 就可以帮你阻挡掉很多扰人的广告跟恶意的软体，让你上网的体验可以更顺畅，设备少了很多被病毒攻击的机会。现在点击以下的连结，手动输入我们的折扣码 SSCAR 就可以获得 83% 的打折。好，订阅两年的方案还多送三个月，两年送三个月，一个月只要60几块新台币，是不是很便宜？是不是很便宜？还不快去办，好不好？限时优惠，错过就没有了，仅此一次。我就卖惨了，好不好？这个每次处理一下，念久了就顺了。好不好啊？我继续用 ServerShark 来看这个极富教育意义的影片。看一下，看一下。哎，这样这样，别来！我还不会把声音关麦啊！走，走，看起来，走。我刚刚只有先跟他聊到他肚子饿不饿的那个阶段而已啊，还没有，还没有。我跟你讲，不得了了，来来来，一手车哎，当初的这个货物完税证明，还有这个。出厂证 ，Toyota T 啊 ，Kawa Model 啊，不是 Waka Model，Waka Model 是洛源定，我知哦。好 ，Kawa Model 是和什么 ？Model 是什么？好，反正这我知道这是和嘛，一手车。好，它的这个牌照登记书，它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是小孩子开来帮妈妈处理的，他们小时候就是在后座长大的。我们这个领牌登记书其实看得出这个车主的出生的日期，处女座的妈妈就是处女座，真的、啊，出生年月日这个牌灯上面都有啊，不知道哈、哦，上面有那个啊车主的个资啊，所以这个不能外流，不能拍，好不好？嘿，嘿，哇，后面就是小朋友吞他们从小到大就是这个坐在后面、啊。好、哦、啊，这车都是停在车库啦。那现在这个妈妈就比较没有在开车了，所以小朋友就开出来，那帮他处理。所以也看得出引擎室里面自然的灰尘，它有灰尘，可是没有那么脏。好、哦，那看起来就有点像车库的车，或是它有在定期在照顾的车子。再来一个外表，其实都是在一些很正常的状况之下产生的小擦伤。好、哦，所以这个是一手车，真的很难得估到一台。IS 300我这么爱的一台车竟然还是一手的。好，那我有大概跟他讲一下那个恶心，他说对啊，我妈也是，因为他妈处女座的，有没有？可是他后来都没再开了，这样啦、啊、好，我有大概跟他讲，我说那个可能不便宜哦，他说哦，就看小四老板这边怎么样。我也知道这个车可能价钱要递减，不过我觉得客人不错啦，因为他今天说他资料都带来了，所以就是车上我刚刚看其实也没有什么私人物品，所以他应该是这个价钱合宜，那他就会把车留下。我刚才跟他讲可能要15万，稍微要给我扣一些整理车子的钱，但我不会给他扣太凶啦，因为这个车我很怕他走。我真的很怕他走，好不好？好，我现在去跟他处理一下，处理一下。你在录啊？对啊。好啦，搞定啦。多少？12万，标准。好客人啊，真的是很好的客人哦。当然他们这个20年的感情也是很不舍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别人这个用腻的东西我们来接啊，不是啊，不能这样讲。我们就是在专门在处理人家的回忆的嘛，对不对？我们如果收老车的话，其实每台老车每个人都买回忆。今天这个我们最后成交价格就12万啦、啊、那这个回忆就让我们延续，因为这个车我是保证一定是会把它整理起来的。有点尴尬啦、啊。因为我每一台车都想要，没有一台留得住。这看这不能卖啦！啊，我都收集癖呀、啊。这那也当呗。底下观众朋友留言，这车能卖吗？可以卖出去吗？这车不留着吗？搞不好一堆。我想这是我的同温层才知道的。我相信你们一定没感觉，你一定不知道它不能卖在哪里，对不对？对啊，好不好？底下留言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卖。好啦，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最后这台车成交12万，下次见。好不好？这个试车要拍吗？再说了啊，放会员频道，拍放会员频道，好不好？嗯、啊，好了、哦。对，会员频道要去可以加入啦。对啊，里面都会有一些说别人坏话啦。飞机，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哦，还是这个挑衅别人？好、哦，还有一些漏网镜头啊，好不好？有的还蛮好笑的啦。会员频道要加，好，下次见，拜拜。Me colder, cause see my passion keeps on passing me, I'm getting older.
阿呆，你有没有充满回忆的车子？有啊 ，Focus 啊。你 Focus 那个算是哪门子回忆啊？哦，你就说小时候啊。对啊，从小到大，你有什么车子是比较充满回忆的？有一台嘉年华跟一台马蒂斯啊。嘉年华什么 ？Vivi 啊？我也不知道哎。哦啊，那你应该阿呆，你应该做一个特辑，小时买一台嘉年华回来给你怀旧啊。啊，你以后上下班就开嘉年华这样。啊，我妈的嫁妆哎，你看哦，多有意义，要不要帮你找一台嘉年华？要不要？这个影片一出，下面就有了很多嘉年华要卖你。啊，嘉年华现在在路上能看到，也是哎，代表说照顾得很好呢。不然你路上啊看到嘉年华，一个月看到一台吗？要不然这样啊，昨天有一个客人有换一台，不然用那一台顶着先好不好？阿兹泰克，雅姿泰，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阿兹泰克还有手牌的，我还有买过，你自己上网查。阿兹泰克超帅，双门的哎。好啦，你自己去查了。好啦，不废话了，好不好？パフディの最も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なスプレー缶製品、力巨人、あなたの車を守る。